2011台北航太展上，发现说有空军摊位，为了吸引人气，找来了各连队最正的女士官扮演山寨女飞官的人形立牌，成为了航太展的焦点。 一身橘色飞行装，在穿上抗拘衣，虽然全身包得紧紧的，但脸蛋漂亮，就是本钱。好多军事迷抢着拍照，一个正妹飞官已经很难得，没想到台北航太展上的空军摊位一次来了三个。在航空展上呢，空军的摊位也非常特别，他们打出了美女牌，特别找了各连队非常漂亮的女士官来当人形立牌，跟大家一起合照。可以跟你们合照吗？可以。 真的不是记者才有的福力，这三位女飞官其实都是山寨版，不是架杠的飞官啦。为了吸引人气，空军精挑细选，连队之花。满分，蛮厉害，蛮漂亮。三位空军小模，身高全部170以上，而且各有特色。来自嘉义基地的陈路德是459连队的九头身美少女，新竹499连队的郑如山神似林希蕾，而从台中427连队来的郭培雅，长相清秀。 人气最高，有感觉。对，有没有算过总共合照几张出去？没有，就一直笑。几百张？都没有算，应该没有吧？连续待了4天，空军正妹代表，三位女士官有自信，真要 PK， 虽然没有火辣清凉照，但美丽帅气的外形，人气应该没差多少。中央新闻吕学浩、林玉桥，台北采访报道。